布鲁斯·詹恩，高谭市里一位富可敌国的企业家、花花公子以及慈善家，拥有羡煞众人的豪宅以及数值不尽的珠宝收藏。而不为人知的是，他的另外一个身份——蝙蝠侠。同时拥有天才级的智力、丰富的科学知识、高超的侦探能力、惊人的体能以及超凡的耐力和意志力，还习得了 Master 真传，精通武术、隐身术、战略术。只要他戴上黑色面罩，高谭市的治安就是他肩上的责任。当然，在面罩卸下之后，他也会回归为富有却孤单的中年首脑。哎，你好 ，Mr. Zhang， 这是你的午餐，我们今天准备好了。哎呀呀呀呀，你是新来的吗？对，是的。哎，怎么这么漂亮 ？What's your name？ 爱你，爱你，爱你，爱你还是？安妮，安妮哦，我听着爱你，害我觉得很舒服。你要不要坐一下？哦，我们不能跟为什么？因为我就是服务你，我老板说才可以，是不是？我就是老板，你就是可以坐下来，你不要担心，好不好？好。哎呀，辛苦你了，安妮，你来到我家刚开始工作，可能你不了解，所以我点了三样我最喜欢吃的菜，那么以后你就会帮我服务，点这些菜给我吃。等等，我帮你服务。这个鸡呢是用这个小火煎煮出来的，嗯，它的皮很脆，就没有油了，对，油太多会变胖。这个米呢是我们用的这个高赞塔，是非常好吃的爽口的一种佐料，两个配在一起吃会觉得很清爽，没有压力。嗯，你从国外来可能没有吃过这种粗吃法，等一下你也可以吃看看。非常的细心，非常的体贴。上次以前那个用的都是用插进去的，害我差点受伤。你是 OK 的，油而不腻，嗯，嚼劲恰到好处，嗯，而且它的酱汁特别的美味，嗯，让原来有的鸡的怪味道都不见了，嗯，高赞塔的味道很浓，米的硬度正恰到好处，你也可以吃一点看看，可以吗？嗯，可以的。先不要讲，你那个放进去那一瞬间就好美。它的味道很好吃，它不会油，不会腻，真的很 fresh 的感觉。嗯，原来他也懂美食。来，安妮，我再招待你吃这道，嗯，叫做鸵鸟。哦，就是很大，真的吗？它的那个 egg 是一半的 egg 的，哎，对对对，它的蛋是25倍，哇，含有丰富的铁质。真的吗？它也可以吃吗？哦，你吃看看。谢谢。嗯，很像牛肉。对，可是呢，对于不敢吃牛的来说，吃这道菜是非常好的，有吃牛肉的快感，嗯，跟口感，所以这个鸵鸟的肉是非常可以跟他建议的，好吗 ？Mr. Zhang， 嗯。这个我特别为了你做饭，做这个菜。哎，真是看不出来，它真的是美食界不可多得的宝玉啊！它整个那个油花在咬下去的那一瞬间，在口内爆出的那个很香很香的那个牛肉的滋味，超乎想象。这个一定是和牛。而且是生长在澳洲的和牛，没有掺任何的料就能够这么好吃。再帮我切一块有沾这个松露盐的好吗？嗯。这个松露的香，整个让牛肉的味道更添加了无可限量的一个感觉。而这种味道呢，仿佛就是在谈恋爱的样子。嗯。松露是女的，牛肉是男的，这样才能够阴阳调和。我帮你加多一点哦，火辣的美女一定要吃辣辣的。啊，虽然沾的有点多一点，可是还不错。很多外国人沾一点都不敢吃了，为什么？他们怕辣。哦，我什么都不怕。他只怕我爱上他而已。那个真的比较像我家的那个味道，对。你们在俄罗斯也吃辣的吗？嗯，也是辣椒。难怪他亲手做的这么样的有质感，
就是在寻求故乡的味道。老师，我还要准备第三个 sauce。哦，那我一个小小的要求好不好？把它稍微轻轻的吹一下。上次那个仆人六十几岁，我叫他不要吹。问一下，你的手这么秀丽，煮菜做粗活太可惜了，把刀拿下来。我懂一点点手相，我知道你很喜欢拜拜学命理，我稍微教你一下，这个叫做感情线。安妮是个非常感情执着而专一的女孩子，任何的手相只要没有中断或交叉纹或是分叉，都代表她感情思绪是专一的，所以你对感情是非常执着的。OK， 非常好，这个 good girl。OK， 第二个，这个线越往上面跑，代表他追求的感情的完美性越高。有的人是往直的，有的往下，就弱了。其次，这个线跟这个小拇指这个线中间叫做结婚线。结婚线 ，marry， 结婚 line 是不是？你会告诉我什么时候结婚吗？我告诉你，这样叫做70岁 ，OK。中间切一半的35，你大概在29岁就会结婚了。29还有很久。哦，不要管，我会等。等等你的喜事，吃你的喜宴，不是等你的。你要等我10年吗？可以的。这条线叫结婚线，他的婚姻其实是单纯的，很多人会有2条、3条，代表有很多次的邂逅跟同居或结婚的可能，这些都是人生难免的，有2条、3条都没关系。最害怕这些线会交错、会分叉或断裂，都代表生离死别，或聚少离多，或是婚外情，或是我们所说的三人并存的三 P 的现象。你在这里都没有，我只有一次结婚一次。那 Mr. Jan， 请问我的老公会怎么样？因为我有去过很多的国家，所以我不知道我的老公会从哪里来的。我必须告诉你。有的男生你要看，如果他的耳朵很厚的话，很大很厚，代表这个男生很有口福、耳福、眼福，很有艳福，代表你嫁给他会很有福气。你的老公耳朵一定很大。第二个，你的老公眉毛有点黑黑的，知道吧？代表他人际关系很好，毛发很厚，代表他的能力很强。哦，真的吗？对。毛发很厚，也是你的老公眉毛黑黑短短的。第三个，你的老公有个特性，就是人中，特别长，会超过一个指头宽。哦，代表你嫁给他之后会有小孩子。哦，你的老公有个特色，唇形红红的，厚薄得宜，代表他的血液循环很正常，都是选男人的特色。这几个重点是你老公长的样子。哦，所以记得哦。红红的嘴唇，血气，胃衰，人中长，五指登科，耳朵很厚而大，知道吗？眉毛黑黑的，你的老公长相就是像我。我希望借由你的才华，对于美食的了解，帮我找到以前的那个人。但不好意思，我现在有点忙，我要打扫，然后我就要准备。好吧，好吧，不勉强。你先休息，辛苦你哦。休息，休息。外表乖巧的女佣安妮，似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一面。和詹恩的短暂交会，更让她确定了在这栋豪宅里真正的目标。你真的以为我是普通的女佣？不是，我是 Catwoman。安妮，这个耳环是我奶奶的，锁在保险箱，怎么会在你的手上？处理，处理，一定要处理！这里还有我们最好的朋友，他来这边打工，是这一联盟的要员之一。谁？
哦。各种战术的蝙蝠侠怎么想也没有想到，自己的豪宅里竟然有着一位身手矫健的美丽窃盗犯。在这段日子里，詹恩的珠宝不断的短少，信任身边每一个人的他只好无奈的设下陷阱找出凶手。哦，这个花好漂亮哦。阿妮，这个耳环是我奶奶的，锁在保险箱，怎么会在你的手上？你就是那个大盗吗？哦 ，Mr. John， 不好意思，那没关系，你有好多钱，你给我这个东西也没关系，不会怎么样。你太可恶了，你怎么可以偷我的东西？其他的珠宝放哪里？我都买掉了，我买很多衣服都没有钱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我要你赔我。我要钱哦，我没有钱，真的。啊！怎么会这个样子？好，我要你赔偿我，我要利用你的才华带我吃遍了高潭市的美食，找到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人。如果我不要呢？你不要，我就要把你关在我的豪宅里面，让你永远出不去。掏空了蝙蝠侠财产的神秘猫女，为了不让自己被拘禁在豪宅中的地牢，无奈只能答应以协助找到神秘人为条件来换取他的自由，同时也被迫准备搭上传闻中的蝙蝠车。哇，你好帅哦！可能是车很帅吧。你是第一个 ，firster， 坐我的蝙蝠车的 girl。哦，真的吗 ？Yes。我可以吗？我其实没关系，我可以坐这边，没关系。Oh no. You are my girl. I love you.Here is very danger. You must follow me. Okay? Okay. 蝙蝠侠和猫女就这样结下了缘分，骑着帅气的蝙蝠车前往神秘的目的地蝙蝠洞。不说，大家一定不知道，这里不但是一间复合式的咖啡馆，更是蝙蝠侠最重要的秘密基地哦。我好多东西，我真的想马上用，我可以吗 ？No， 安妮，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，你看。Oh no！ 你不要冲动，你不要冲动，你不要冲动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一定要很好的体力跟肌肉 ，muscle。有啊，你看。No， 这个好像是甘蔗，我们要的是 muscle， 你要受非常严格的魔鬼的训练，才能走出危险，走向平安，知道吗？走。对，处理，处理，一定要处理。为了和神秘人对抗，蝙蝠侠必须在出发前好好的锻炼猫女，而蝙蝠洞里一连串精实的魔鬼训练，果然也成功的让他实力暴增，成为不容小觑的狠角色。哇，知道吧？你可以的，吃了这么多的苦，你总算学成了。Because I'm a Catholic. Oh no, let's speak Chinese with me, okay? 哦，我说我练习太辛苦哦，我真的流很多汗，我衣服都沾掉了。Don't worry, 我不舒服。Don't worry, 我帮你准备了车子，蝙蝠车。为什么它白色的？这部车会变色，它目前是白俄罗斯的血统，随时会随着环境，就像你的心情一样，时常会变化。流汗了吗？对。累了吗？对。我帮你准备了猫。你也有带吗？对，哇，谢谢你。而且他准备了美食，让你充电，充了满满的电。我们享受美食的同时，再去出任务吧。这一座多功能的军事基地啊，其实也是在欧美最夯、最流行的洗衣咖啡馆哦。老板特别将概念引进台湾，打造全亚洲的第一家店。不管是洗衣服时想喝咖啡，或者是喝咖啡时想顺便洗衣服，这里都能一次满足啦。辛苦的猫女安妮，当然也要来洗一洗沾满香汗的制服喽。安妮，在整个地球充满了很多的毒素与细菌，还有辐射，包括很多很多的蓝色的一些物体。你的衣服
一定要洗干净，漂亮，才能够远离这个毒害，知道吗？这边可以洗衣服吗 ？OK， 我的秘密基地，这种特殊的洗衣机可以把所有的毒素跟辐射洗掉。真的很厉害。为了你的安全、幸福跟健康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你好厉害，赞成，真的。除此之外，我还带你去吃点美食。我有生意了。哦，我一直都在关心你、注意你，还要吃上美食、体能的训练、洗干净的衣服，才能带来永远的胜利。走，走。哇哦，看来蝙蝠侠和猫女似乎擦出了不一样的火花呢。为了讨安妮的欢心，蝙蝠侠准备寄出店里最 hot 的甜点。据说食谱啊都是来自法国、意大利等欧洲国家，即使距离台湾有9000公里远，美味却是零时差的哦。这里是我的秘密基地，不但有武器，还能洗衣服，还有你要想不到的美食。哇，什么都有，让你健康美丽的东西，这是充电的。不但如此，这里还有我们最好的朋友，他来这边打工，是正义联盟的要员之一。Spiderman， 看，大爷是我好朋友，你看好吗？你们两个抱一下，你们俩抱一下。哦，好的。哦，受了，我先抱。OK， 这个动作要快点，不好意思，好不好？大家都自己人了，对，我们不要戴面具，好不好？好，把面具拿开了 ，OK。哇，啊，蜘蛛人，他在这边打工，这都是他为我们准备的，非常好的朋友，请帮我们介绍一下，好不好？好的，没有问题。我们先从甜点开始，我们这一道甜点叫做 cheese塔。cheese 塔，它的这个它下面的底层是用重乳酪 cheese 做的，重乳酪 cheese 做，那上面是有提拉米酥霜，提拉米酥霜。它柠檬是用糖制的柠檬，然后会有苦和酸和甜的味道掺杂在一起。那当你吃完 cheese 塔之后，再含一片柠檬，然后再喝一杯咖啡，味道会特别的，不会再甜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是美酒，这个是什么？美酒，对，美酒，对，美酒，我没熟，日本的，它是京都的一种喝法，它是一杯咖啡，然后搭配一个美酒喝。嗯，叫乌梅萨克，乌梅酒，乌梅酒，乌梅酒，你喝一口，可以吗？可以的，我会很醉。哦，不要怕，我就希望你不要醉。你会保护我吗？我会，一定要的。我是蝙蝠侠，我被别人蝙蝠侠的侠。我就是非常喜欢喝乌梅酒。哦，这口他喝过的，不好意思。哦，我不要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啊，酒香跟咖啡香混在一起，产生一种很难抵抗的吸引力。然后梅酒是冰的，然后咖啡是热的，冰火五重天，一下冷，一下热，一下热，跟我们的一样，你是冰的，我是热的，热的。白天你是冰的，晚上我是热的。我们这一道是利古里亚蛋糕，利古里亚蛋糕，它是意大利的。这个是一步道，对不对？好的，看我。哦。哦。猫女出现了，吃不到都不倒闭，不吃不倒都不倒闭。哦哟，绕口令哦，厉害了，吃不到葡萄吐葡萄，葡萄了。小心机，哇塞，好棒哦！我知道，没问题。日文、英文、俄文、中文、台语精通了，哇塞！来吃看看，这你自己做的？对，这是我自己做的。是你做的吗？哦，我 Spiderman， 意大利的初榨的橄榄油，那它吃起来会特别的清爽，不油腻，对，比较没有酸。那它的青葡萄是因为经过烘焙，然后会有一点点就是蜜饯的味道。那个我喜欢吃，因为它不会太甜，不会太甜，真的。然后早上可以吃，可以的。对对对。Spiderman， 请问你一下，我在喝什么？豆浆吗？焦糖茶拿铁，它是用法国的焦糖茶的茶叶哦，配上新鲜的牧场牛奶去做的。哦，你先喝看看。然后像，也就是奶茶就对了，但是有加上焦糖就对了。我觉得很多女生喜欢喝这个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。因为它不会太甜。对，不会太甜，不会太重，没有压力，对啊。女孩子喝这个，我觉得对，太重，对女生来说。三位伟大的英雄人物因为美食而结缘，
而广告回来，蝙蝠侠将为大家做准确度99.9%的排卡占卜。想要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如何吗？千万不要转台，等我们回来哦。听说蝙蝠侠很会占卜，哇塞，他也知道你们家的风水出问题了，可以找一个詹维忠老师帮你看一下风水，床位调一下，好吗？非常重要哦。什么东西？难道是那个人又出现了吗？怎么样？拿了衣服了，衣服洗干净，对不 对？我们可以走了吗？老师听说蝙蝠侠很会占卜。哇塞，他也知道。你以为他为什么知道？他的搜索的秘密啊！我有一个朋友啊，他最近身体健康可能比较不太好，他也是前任的猫女。前任的猫女健康有问题，需要怎么样？可以帮他占卜一下，可以吗？病毒是。哇，这很严重了，这前任的我知道啊。哇，现在还要怎么办？还要这个导盲器啊？怎么样？要占卜就对了，是不是？哦，哇塞，厉害了，健康问题就对了哈。好，我们用这个占卜的牌呢，你们四个人一人抽一张，抽完之后摆前面，我们给大家一起来参与，好不好？看到底什么地方容易有造成最近身体有败坏的危机，好不好？来，一张，一张，一张，我可以两张。OK， 你两张，好，你两张。请大家从 A、B、C、D 四张不同图案的牌卡当中，凭直觉任选一张。等一会儿啊，蝙蝠侠马上就要揭晓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如何喽。马上揭开这个谜底，好吗？来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胜利床，这个来看一下这个图案。第一，你选的是不是？是的。高举胜利床，胜利在八方，占得此卦，可谓卦中王。如果是算钱的话，是大有机会；如果算生病的话，失眠、脑神经衰弱，对对对，是不是？是，没错。睡得不好，失眠很严重，而且睡眠时间不够，甚至于会有一个睡眠中有个被惊醒或噩梦的危机，知道吧？这就是你这个。精神生活比较差，睡眠品质比较不好，影响到他的心灵生活。怎么破解？多拜拜，求耶稣，求阿拉，求佛祖，让你的睡眠更好。还有就是，你们家的风水出问题了，可以找一个詹维忠老师帮你看一下风水，床位调一下，好吗？非常重要哦，是詹维忠老师哦。OK， 哦，第二个，选这个前任猫女的，对不对哈？不得了啊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带一把剑，又带一把火。第一，身体的火气燥热，甚至于小小的烫伤，都要千万注意到。那么呢，可以用雷射去疤，或是做一些小小的手术。那么做一个捐血，让自己的血能够流得比较有意义，免得跌倒受伤更加的可怕。这代表血光，我们称它为大火焰兵，兵器人生大火焰。事业成功不淡言，此乃勇敢之酬报。沾者须善，会此意。就说这个沾，如果讲事业、讲财富是好的，讲到身体健康，就要来个小刀伤，好不好？至于烫水啦，烫的器皿啦，像那个排气管啦，烫到啦，都要注意到锅子之类的，好吗 ？OK 哈，哦，这个，那先假装烫一下，哦，就化解了。OK 好，再来就是这一轮。猫女所选的话，来，哦，这个什么都好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 no， 这个叫做沙丘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登山、休闲、娱乐、游泳，要注意到安全，知道吧？它代表心脏、心愿犹如风卷尘，心里头的心病，有时候劳心劳神过于操劳，我们称它为沙丘，奔波劳苦，力不从心。有时候日夜工作积劳成疾，也就是你工作要注意安全，身体要注意安全，要懂得保养自己的身体，才不会有过多的过劳而有疾病的问题。OK， 工作的问题，
火跟刀的问题，睡眠的问题，非常的重要。再来，妙吉祥，哦，这个厉害了，这个厉害了。既然叫吉祥，就是没有毛病。妙吉祥，童子加词，如珠宝得入手中，此问者既得此卦，自然事事尽兴隆，健康。吃完了唯一健康的，吉祥，诸事顺利。妙，妙的少女，对不对？尤其是年少的人跟女孩子，沾得此卦，更得到好的征兆。有病变没，小病不来，大病不慌，没有任何的灾难。恭喜你 ，good， 这是最好的。真的吗？我也选这个。哎嘿，太好了。哎，我们的衣服快烘干了。哦，真的吗？那你赶紧挂号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先走了，好不好？帮我忘记正好料理，好不好？我开始拿衣服喽。好的。有吃饱吗？哦，吃好饱哦。嗯，美食跟美女。好了吗 ？OK 的，可 OK 的，来。哦。什么东西？难道是那个人又出现了吗？哦，你看有不一样的，是个大的大招。危险。为什么不能过？可能有毒素，你要先戴手套才可以。怎么会这么奇怪？可能对方会在抹毒，让我摸上去之后会中毒身亡。对，危险！我用这个探照灯把它毒素整个化解，才能保持安全。有322，还是有一张Joker？什么意思哟？Joker？难道是从哪边跳出来的呢？你应该不小心在放在里面，在口袋。不可能啊，我从来不喜欢这个牌，但是放身上的。这可能就是那个人躲藏的门牌号码。想不到戒备森严，有着 Spider-Man 镇守的蝙蝠洞，竟然也会被神秘的敌人给入侵。而从凌乱的扑克牌堆当中，蝙蝠侠也肯定了这位神秘人就是他追踪多年的小丑 Joker。究竟他和蝙蝠侠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？而思绪缜密的蝙蝠侠又能从这三张牌当中分析出怎样的线索呢？而他和猫女之间又将会如何通力合作呢？故事的发展实在是越来越离奇啦！自杀或收尸，也就是我们的首页或收尸哦 ，Let's go。他目前是我们店里面排行榜第一名的人，首选地中海菜系，他一定都要有气势的部分，真的哈、哦。气势的部分，我们特别选那个新鲜的帕玛森。你看他玻璃，哎，看到了，看到没有？在那边，我看到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就是这里了，而且又有海鲜鲑鱼的味道。哦，走，他可能藏在这个地方。走。是的，跟着 Joker 留下的线索，猫女和蝙蝠侠合力找到了这家位于台北市东区赫赫有名的餐厅。究竟这里有什么值得期待嘞？卖个关子，待会上菜就知道喽。320-2，这就是地址。号码哦，可能那个人就藏在这个地方，又是海鲜的店，又跟鱼有关，肯定是在这里。现在我懂了，懂了吗？对。你喜欢鲑鱼吗？我非常喜欢。你知道我以前住在日本的时候，在日本每天都吃鱼样的，对。哦，光喜欢没有用，我还要带你见一个鲑鱼达人 ，My friend。不要握太久，握太久哦！哎，不要握太久，握不住哦。是哦，不用担心哦。OK， 来，那这个很高兴哦，能够来到这个地方，帮我们猫女呢介绍一下这个。喵。我们今天的料理有那个自杀或寿司，也就是我们的首页或寿司哦。Let's go。然后他目前是我们店里面排行榜第一名的人，首选。啊，过来的话就是较养生的地中海式的煎鲑鱼配意大利面，再下一道就是我们的松露盐乌炖饭。哦，松露
就是餐饮界餐桌上的呆萌。我们来先品尝这个握寿司好吗，美女？有五种口味哦。对，我们现在就是说从原味的开始，我们就是从左手边过来，原味那个胡麻、烧鳗，还有松露，这个是盐焗。盐焗是对，就是盐焗的部分，就是说它是这两年在日本非常流行的一个养生的东西。哦。它里面还有那个天然的焗菌。哦。那它用盐跟米下去，跟焗菌下去做发酵。哇。它是非常有名。美女优先 ，Lady First。Lady First， 好的，我你猜，我最喜欢吃哪一个？我知道你最喜欢吃什么的，我一定猜得到，松露你最爱。对，我最喜欢吃这个。我来喂你好了，好不好？哦，谢谢你。哎哎，一半就好了，不要太快。嗯，我可以吃吗？哇哇哇哇哇！这个肉不知道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那个鲑鱼。我们这边的鲑鱼哈，它是从挪威。挪威的烧鳗很有名，好不好？真的。而且它是坐飞机过来的。坐飞机？他买飞机票就对了。相对的，他从挪威宰杀好了之后，全程都是0到2度C的保鲜，直到上飞机到台湾。哦。一直到我们消费者的新鲜的冷藏法。对对对对，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冰鲜。冰鲜。对，冰鲜的鲑鱼。所以你们现在吃下去的鲑鱼，会觉得它比较 Q 弹。Q 弹哈。因为它够新鲜。对。所以我们才敢这样子以日式料理的方式去呈现。因为我们的鲑鱼的话，你可以看这个纹路，它是比较属腹部的部分，它比较多油脂。你经过火的炙烧之后，它的油脂的香味会更上台出来。这个鲑鱼有天然的那个 omega 3，还有一些不饱和脂肪酸。对，小心哦。好，你这个吃下去，它会有一点点那个酒粕的味道。哦，酒粕的味道。对。这盐焗它有一些酒粕的味道，好，对，是非常养生的，好，它有一点点咸咸的，有没有？刚好把鲑鱼的甜味又拉出来。这道菜就是地中海式的嫩烤鲑鱼，嫩煎鲑鱼，嫩煎鲑鱼哈，是的，嫩嫩的煎。对，一般地中海料理在我们国人的眼中就是少油，少油啊，然后它健康。好，一般来讲的话，地中海式的料理它比较脱离不了番茄，比较普遍的就是番茄。番茄哈，地中海。可是这一次的话，我会多加一个茴香酒。茴香酒。是的，把整体的味道又更拉开出来。哦。哇，你好专业哦。一定要的。亲爱的，你看 ，Oh my God。哦哦，色香味俱全，有没有？然后还差一点点。哎。哇。太厉害了 ，Oh my god！ 可以吃吃看我们这个酱汁是不是特别具有地中海的风味？对，浪漫的感觉，有没有吃到一点点茴香的味道？茴香，回味的一个八角的味道。这口来了哦，哎，我来，猫女很厉害的哦，对，她对美食非常懂，是，借由她的美食，我才能找到那个人。舒服对不对？很清爽对不对？吃起来就没有压力。对。好吃，这个什么 sauce？ 啊，这个是番茄 sauce。它相对的，我们的里面还有一些那他们跟 cheese。嗯。对。哦。然后带一点点的 cream。哦。增加它的顺滑度。我们一样是弄最新鲜的。对的，带锅。按照意大利传统的做法。好，我们就是弄高汤跟那个鲜奶油下去去炖煮这个饭。好，它吃起来是不会那么腻，对，啊，味道比较香，也是有起司。有起司的话，因为意大利菜、地中海菜系它一定都要有起司的部分，真的哈。起司的部分我们特别选那个新鲜的帕玛森。那你做这个做多几年了，达人？这个20几年。20几年了，你吃了20几年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没有吃过我喂你的吧？哦，好，我们都是很公平的。好不好吃，老师？好不好吃？这个你帮我吹一下。你呢？我吃这个，你吹一下，它太烫了。啊！我们那个亚洲区的那个 CEO， 他就是说，希望给客人就是说价格合理，然后又吃得到好的东西。哦。那相对的，我们的鲑鱼品质本来就很好。然后我们要再去搭配一些比较好一点的食材，
来回馈给顾客。你真的是对我们很好。嗯，既然两位那么喜欢吃鲑鱼的话，欢迎两位天天都来吃鲑鱼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天天来，天天来。可是我们不能白吃白喝啊，所以我必须要跟你分享一点风水的一些智慧，希望他的店的生意会越来越好，好不好？哦，这个店本身来说，灶是没有被看到的，灶没有看到，比较没有所谓的火气，员工的互动比较没有争执争吵是好的。第二个，我们喜欢绕一条线，就像古代我们中国人有做官的，玉带环腰绕过来，知道吗？第三个，这个吧台有没有哈？是，就像一个聚宝盆一样，摸字形的，像马蹄形的，也能够有聚财的作用在。哦。其次呢，它本身这格局是方方正正，采光又好，也是不得了的好。本身有厕所有没有哈？也被遮住了，也是非常好的规划设计，不见厕不见灶，都是非常好的设计。最重要的是这个柱子比梁还要大，有时候老板人太好，员工讲话比他更大声。稍微要忍耐一下，好不好？叫奴妻煮小饭上，稍微要谨慎一下。这点，哎，讲到你心坎里去了，他们欺负你是吧？你看，就让你帮你做牛做马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就是他是老板，就是要听下面的人，很辛苦。这个重点，好不好？尤其是哦，门为口，窗为眼，所以窗就是玻璃。你看那玻璃，哎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有没有看到？你看。有没有那个小丑？有没有？有。但是什么？这怎么在那边？不要怕，我们就是为了打他。走，冲！椅子太高了，快掉下来！走！嘿，救他！哎！是什么东西？是哦。难道这是线索吗？对，难怪啊。你看得懂吗 ？Joker。没有问题，我有生物探测灯，我们就要找个黑暗的密室来做一个检验，就知道它藏在什么地方，可以吗？好的。就用我的这个生物探照灯来看一下这个的 DNA 吧。啊，这里头有66道海鲜动物的一个染色体。哦，所以是什么东西？而且有很浓的生蚝的味道。也许它就躲在生蚝的环境当中。哦，真的吗？我知道那家餐厅，它很厉害。有一家餐厅，对，有很多生蚝，是不是？对。可能就从这里找到它。好了，哇，杰克，你在这里，总算被我找到了。这个就是从纽西兰来的。哦。嗯。这个也是北海道的干贝哦，但它只有煮三分熟。它跟我跟你。你能不能做一个决定，到底你要跟谁在一起？我要选一个吗？照着鬼牌上的染色体线索，蝙蝠侠和安妮来到了位于台北市东区一间生蚝小酒馆。究竟在这里会发生什么出人意料的情节呢？啊！哇！杰克，你在这里！杰克，总算被我找到了！你说，讲清楚，你说。蝙蝠侠，你实在太过分了！这么多年来，与我。我想要直接了结你，但是我发现我做不到啊！每当我有这些坏念头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起你，想起你用生命在守护着老百姓。我实在是好惭愧啊！今天终于有机会能和您把话说开来，欢迎来到我的店，希望我们在以后能成为好伙伴。共同为高谈市的未来。原来无恶不作的小丑消失了这么多年，就是躲藏在这里，而且他还开启了餐厅，卖的是新鲜肥美的生蚝以及各种精致的海鲜料理。难得蝙蝠侠和猫女安妮大驾光临，说什么也一定要尝尝九克的手艺喽。这个就是从纽西兰来的哦，纽西兰来的，你看看哦。
怎么样？刚开始吃起来咸咸的，咬两三口之后就回甘了，生蚝的那个鲜度就整个释放出来了。但是到了第四五口的时候，整个就有点淡淡的海藻味道，还有点淡淡的矿物质的味道，这就是真正典型的纽西兰的这个生蚝。但是我觉得我吃一颗还吃不出感觉，我可不可以再吃一颗？尽情享用。来一点柠檬的，哎，你们两个不要打，哎，干什么？哦，没关系，一起，好吃的，好吃的。是我的最爱，我真的爱的是它。给我点柠檬，法国的康方 Blends，OK。你先吃。我吃这么补，最后还戴绿帽子吗？好吃吗，亲爱的？可以摆酒。好吃到已经忘却了其他事情了。你喝多一点。它的口感非常的分明，而且层次感也非常的明显，带一点点矿物质的味道，海藻的淡味，海味也稍微重一点点，但是堪称最鲜美的生蚝之一。那个要配什么？不是柠檬，对，那个特殊的酱料。谢谢。哎，不客气。啊，你喜欢吃干贝？我非常爱吃干贝。为了它的皮肤。哦。好新鲜。我们不能一直吃国外的，我们台湾自己有很好吃的海鲜。北海岸的花枝，还有我们当地的草虾，各的有台湾的，对，你吃花枝，我吃草虾，哦，我知道你最喜欢吃虾仁，真的哈，你好准哦，还会看面相，我了解你哦，你了解我，我知道啊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他们特殊调的酱料，吃起来比较爽口，而且不会有海鲜的腥味。更加的甜，把它鲜度会把它的鲜度会绽放出来，柠檬啦，很多酱料，好香。这个是坐船来的 ，OK。哇塞，台湾男人比较好吃，真的。台湾的男人就是体贴，你看那个乡巴佬，你看什么话都不讲，跟木头一样呆呆的。那我来招待你们吃吃看这道西班牙红蛋。哦，有什么材料呢 ？Omelette 吗？里面有广岛生蚝，然后也加了一些牛奶，味道很香哦。好吃吗？还有花枝对不对？还有牛奶的奶香对不对？好棒哦！很推早餐吃。对，生蚝不是鹅啊哦，啊。幸福指数100，温暖的感觉，温暖的感觉，直逼心头哦。有福寿，祝有福寿。走开哦！对，你看我跟他说走开。对 ，good day。接下来，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好不好？这个是我最爱吃的干贝。对，这个也是北海道的干贝哦。看起来很厉害。原来可以生吃的，但它只有煮三分熟。对，两面做小小的煎一下，哦，再放上一些我们所说的鱼子酱，来，为美女服务是我们大家的荣幸，是台湾男人的荣幸，好吗？我也来吃一个，来，不得了，真的好吃，我想哭。这是我们的香料炒羊菇，哦，用意大利的香料，对，加上一点我们所说的青椒。橄榄油经过20分钟的这个烹饪，20分钟那么久，让它的味道能够进去。真的吗？如果20分钟一定很好吃。很好吃。我帮你补好不好，亲爱的？哦，一定要。No！你一定尝试对不对？我懂，你形容。这道料理使用了新鲜的羊菇，用小火和香料一起拌炒。所以完全的入味，搭配这里的海鲜冷盘或是生蚝一起享用，不但美味，吃起来也很温暖哦。哇，太棒了！我吃个不停，我一直吃，我们的还是停不了，好不好？还是停不了。你知道
整天我都对你那么体贴，对，那么顺你的心意，不是一天，是永远都会这样子。可是我觉得你来了小丑的店之后，你的肢体语言、你的眼神，给我感觉有莫名的不安全感。没有了。我觉得你是不是爱上他了？我觉得你现在要做个决定，该是做决定的时候。你跟我跟他，他跟我跟你，你能不能做一个决定？到底你要跟谁在一起？我要选一个吗？只能选一个。哦，好难哦。我们闭上，我们闭上眼睛。我想一下，那我怎么办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给我一点，给我一分钟。你不要有压力，在你自己心里怎么办？他很奇怪，然后他的鞋子也很好看。他很有钱，我们一天可以吃很好吃的东西。但他很了解我，然后他很高，身体很高，然后他穿的衣服也很漂亮。这么多包。哦，怎么办？你要选谁？告诉我们。你要选谁？告诉我们。但是我最喜欢刚刚那个 Spiderman。你怎么选最多的？有些人都在剑术，其实我最爱的还是小丑。